师傅啊，咱们这个车好像已经超载了吧？这要是被抓到的话，要扣不少分吧？扣分？那得有驾照才能扣噻。师傅啊，你没驾照也敢开车啊？没事，酒壮怂人胆，中午喝了一斤熬过头，没问题的，怕什么噻？不去考一张驾照、啊、2000多度的近视眼，右腿还是假肢，你叫我怎么开车？哎，师傅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了。下什么车呀、啊？刹车都坏了，大家抓得紧的，刹车破了。哎，美女有笔吗？啊，没笔眼线笔都可以，我着急记个号码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记啊？你说呀。你滚一边去！哎，美女，你号码多少？你好乖。这是500万，把你男朋友让给我。你谁呀、啊？不要在这里给我捣乱，赶紧给我走！哎，我去！你这边、啊，我还是你的。